那个说一下我们家的小侯，哎，我其实我坐在电影院里看你，我好激动啊！前两天我是你沪星的粉丝，我已经被你粉了一圈了，今天又被你粉了一下，今天这个粉有点来的有点猛烈哦。这一次我觉得你在这个戏里，无论是造型啊，还是表演啊，还是，哎呀，所有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新鲜，没有见过这样的你，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其他的人。包括我们戏里的老戏骨王学圻老师，哎呀，我这是我第一次跟王学圻老师离这么近啊！老师你好，非常好，由我们王学圻老师给大家坐镇。这个戏我觉得所有人的表演都非常的到位，特别是这边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啊，你们在里面的每一个角色，就是刚刚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叫片花吗？嗯，可以说叫片花吧，就是觉得每一个人的表演都在他的人物里面，真的很棒。小侯，我觉得你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我们私下里在一起看的那些电影啊，看的那些表演，看的那些片段，一帧一帧的聊，一帧一帧的说，我觉得小侯是现在年轻的演员里真的很努力的。他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是说表演，然后就没话说了，就他总是一起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些很好的表演，一些片段，一帧一帧的说聊，怎么样才可以把一个戏演得好？这样的用功和努力，我觉得在这一部戏上，我看到了你特别飞跃的进步，为你高兴。谢谢冰姐。侯哥，你加油。喂，王爷，那个是好评，快来追剧。好评，好评，点赞。